要到公文了，这边有公文。哦。蒋介石派兵来镇压。那是什么时候？就是二八。哦，就是二八的时候。二八事情。哦哦哦。然后后面就是军队的扫射，彭梦记。其实那个时候是父权的时代了，不，什么时代？我想，这个哈、哦，不管什么，说我现在讲的是不管什么时代，不去解释它。当时他是下令，当时人民没有武力嘛，他就带他们上去谈判，结果就把他们枪杀掉。因为这些遗嘱，我们有去拜访过他们。这个里面像这一个涂光明，他的儿子现在还在教会啊，哎。那他们就是，这美少年呢、欸？美少年被砍掉了，美少年。来，这里比较，这个比较让人比较看得比较有冲突性的啊。当时这二十一师上来以后啊，从基隆登陆。那基隆它是一个港口，就很多人。那军队上来以后，只要看这男生就抓起来，十个八个的，弄成一串，手用铁线穿过去，脚用铁线穿过去，然后一个一个枪杀。只要看到男生就对，就抓。为什么呢？戒严啊。哦。他就抓，可是台湾人对戒严这个东西是没有概念，因为日本时代同志也没有戒严、啊、好，抓了对不对？就枪杀。本来这个事情是不知道，为什么？刚好这个人是人证。这个人呢？他是铁线被穿过去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是最后一个人，最后一个人，因为你十个八个一边推一边射枪的时候，最后那个速度比较快，被砰的推下去了，枪没有打到枪，所以他没有中枪啊，所以他掉下去以后啊，手脚睁开，然后就游上来了。那在差不多15年前的左右，你看他才。出来做证人说，我当时是这样子的。你看这个手脚这个印，手的印都还在。你看，你看当时的军队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你说二八台湾人怎么会不恨死这些人？哦，但恨是没办法解决事情，只是说历史的过程是这样一个事实。所以为什么所以日本统治时代，台湾人是要求议会自治。战后二八以后，台湾人开始想台湾要独立，要给别人管，我们自己来管就好了，是这样一个情形。所以我就讲说，事出是有因的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你看，这个军队这样打下来，你看看。那听起来非常荒谬哎。这怎么会这样呢？我想你现在二十一世纪的人、你看上一世纪的事，你当然看得方便了。是。可是你要想到，你要想在当时那个没有人权的时代啊、人命是跟猪狗一样，这枪杀打就打死了，打死了。啊，这个就是一个国家文明遗腐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二八事件发生的时候，为什么刚才也讲嘛，日本人在。台湾人统治下，台湾人在日本统治下，他学的那些知识，其中的重要精神是什么？法治的精神。这一块刚好是中国人最缺乏的地方，因为你也没有法治，大家就没有遵循的规则，那是听你的，是听我的。那个时代人不重视生命，希特勒德国人也很文明，但他们杀犹太人也是对有差别。没有那个那个时代的人不一样。对。那个你讲的那个希特勒，那个是绝对不对的哈。那个哈、哦，那个希特勒这个人是比较特殊，他就是要。他是特殊，但他所有的人都愿意去杀犹太人。他只有杀犹太人，哎，说明这个时代不一样。还有美军在德国也是无差别轰炸，杀死平民，有就结束。那个时代人根本不在乎平民。只要、现在世界变了。只要一发生战争，就变了，苦了就人民了。美军打德国也是一个城市打90个人炸死了，一个教堂10000多人都活活炸死了，因为战争只能这样，他已经忘不了了。好，军人在这里。您是从哪来啊？我中国啊。你从中国来？对。哦，你从大陆过来的？中国什么地方？武汉。
武汉，然后长江、嗯、长江那边啊，中国那边、嗯，他们也是从大陆来的。你是？他们大陆的，哎，他们。所以你看这里，战争很难嘛，是，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知道。是。白崇禧怎么死的？哎，他这个事情跟他死没有关系。白崇禧他来这里是后来在台湾死，他啊，那是后来老死的吧？跟白崇禧他是来宣慰啊，他后来二八事件以后，还有监察院的人来调查，说哎，为什么台湾发生二八？你看上面写的都是台湾是。台湾受共产党的影响，所以已经反中。对啊，那个谁陈毅写的报告都是这样写的啊。台湾受共产党的影响，你看那个写都是毁图啊。你看鼓励自信啊，怎么这样子啊？哎，都是这样写的。啊，所以当时的这一个报告呢，你们写的很清楚。当时说外省人都是棒伤，棒子被。当时的本省人用棒子打伤，可是台湾人死都是枪伤。这个在那个监察院的那个调查报告里面有写。你看，然后这些收发报复呢，就说军队上来以后，2月28号发生二八，对不对？蒋介石在3月8号就派兵过来了，然后就开始报复跟收发嘛。你看看，这些都是。就开始刚才讲的那些文人啊，有势力的人就开始抓起来就砍掉了，哎，这些的车站，整个的车站的人都全部被抓。车站是什么车站？车站是这样子，车站大家都在排队上车，军队的军人来就插队不排队。结果就被人家打了，那因为军队人少啊，军队的军几个人，三四个人而已，他们就跑回去了，跑回去以后就叫军队来，军队来以后，不分青红皂白，这站务人员啊，这你看这个从站长、副站长，他通通抓起来，他军队他也搞不清楚谁是谁打的，啊，他们车站人更不知道啊，啊，就这些人被抓，啊，就通通烧掉了，哦，啊，对，这么倒霉呀，这个就是当时二八发生的这个原因是这样子，军队就是也是经济不好嘛，像流氓一样听起来。你说怎么？听起来像流氓一样。那可是当时的军队派来军队素质不好，就这样子啊。你来看这里，对，你看看这里开始砍人了，哎。战争中军队分不清楚哪是平民哪是军队，因为每次都是。我从武汉。